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日落，这边叫一个叫 Brzezinski 什么点，我也不太懂。这个号称叫做画板，它有不同的颜色，在日落之下它有不同的颜色。Battle lines，不允许有无人机。很热，不能喂野生动物，野生动物是不能喂的。对，的话，它的山啊，包括地面可以显示不同的颜色，在阳光的反射之下。吸烟带狗都不行，无人机自行车也不行，只能带个望远镜。这景点还是很干净的。日落了，日落了，看一看日落，感觉一下气氛，感受一下气氛。还得爬个山，我操，爬山真的累。真的累，不是一般的累。还有仙仙雅致在这边，静静的看一看，瞧一瞧。哎呦，还有好多联系人在下面呢。哎呦，他宣传是宣传的很美，但是我亲眼看没有这么美。哎呀，真的是宣传画总是拍的很美，骗我们小老百姓，骗我们。现在还有人拿相机拿单反，这什么年代了？我个人呢，这人呢？
哎呦，我新戴的这个眼镜简直就跟望远镜一样。哎呦，看得好远啊！看得太远了，这边下去看一看。台湾好多人都带着单反，没想到。就是一个单反相机，他们是印度人，我看他们样子有点像。那个相机的声音应该是佳能的，佳能就是那个相机，就是那个声音。再过去看一看，过去瞧一瞧。山河之美啊，哎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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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黄金黄了，金黄金黄。它还有个坡度，哎呦，这很容易滚下去，很容易滚下去。哎呦，现在我感觉有一种有颜色的感觉了，有点美了，有点震撼了。它的落日是还有日出日落，大家要来看的话，要在这两个点来看，这两点来看有惊喜。别的时间没必要再来了，太热了，太热太热。别的时间。这两人在拍片，拍电影。我从这边走过去，
对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You're pretty.